好，再看下去啊，以表明厨房、餐厅、食盒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四十完以后，食盒要冲洗、擦拭、清净。好，接手印，盘子端起来，要准备出去倒的那个姿势，哎，端高。跟师父念：奴等佛子中，我今是奴空，只是便是法，一切佛子空，愿以此功德，不计一切，时时以佛子，皆共证佛道。奴等有情众，我今是如空，时时便是法，一切有情功，愿以此功德，不计于一切，时时与有情，皆共证佛道。奴等不闻众，我今是如空，只是便是法，一切不闻空，愿以此功德，不计于一切，时时亦不闻，皆共证佛道。好，底下要接着念咒啊，唵摩勒利萨婆吽。好，翻过来。好，翻过来，叫做思无遮实眼啊，思无遮实眼。好，那么我们到出世台的时候啊，出世台的左手接金刚拳，右手啊要这样子往下，叫做接引印，哎，啊接引印啊，或者是布施印。那也可以，那就是你吃了以后，我接引你啊，那么到清凉地啊，啊底下啊说左手金刚拳按腰，右手接引以愿印啊，就是说施愿印，就是说哎呀你恶鬼啊啊没得吃啊，我呀 啊那么这个满你的愿给你吃，然后带你到清凉的地方啊，观想观想饭子呢明点中流出甘露。啊，就是站在出师台哦，就是左手接印，那出师的人右手就放下来啊，右手就放下来啊。那么从右掌而下到鬼等顶门上，灭其业火，普得清凉。那么观想道场法实融通，细无遮止，六道众生呢、啊、皆获平等。啊，说明观想右手流出甘露法水，令他饮食啊无障碍。好，再来二十一普供养真言。好，普供养真言，诸位啊，先看底下的说明。两手悉心合掌，这个时候还不能离开那个出师台啊。那么屈中指，二十指屈两节。那么大指大两大指啊压食指，好，所以呢跟着师父结，好，这样子看清楚啊，看清楚，好，把这个所以这样子一捏，大拇指啊先压食指，啊，第四个指头跟第五个指头伸直，第三个指头呢相压，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在后面压下去，压下去，这个就是手印。啊，这个手印一结呢，观想曲中，我、哦、弯曲的这个地方啊，弯曲地方有白色的范围 ，om 字 ，om 字就是供养的意思。om 字有很多的这个翻译，也可以翻译叫做普供养啊。那么明点中 om 字上面那一点呢、啊，啊，这个白点呢、啊，明点中流出无尽的供养具足庄严，说明在无量寿如来供养仪轨这么说，修行者纵使观念立为，有的人呢、啊。观想力比较差，但是由此印就是普供养真言以及真言加持力，诸供养物皆成真实。就算你
都不会观想，念这个普供养真言也变成真的。哎，所以说诸位不要泄气了啊！我观想的差呀，怎么样？哎，不必漏气了，哎，对不对啊？啊，一如极乐世界中行广大供养，但是记住，每念一遍必须交换。Om He He Rang Sabo Ba Fa Zi Nai Hom， 他这个没有写啊。我在校对的时候没有看到了啊，这就是师父的过失啊啊。Om He He Rang Sabo Ba， 第三个指头交换。Om He He Rang Sabo Ba Fa Zi Nai Hom， 哎，知道吗？左手换右手，右手压左手，知道吗？啊，念第二遍就是换左手压右手，知道吗？然后第三遍就 Om He He Rang Sabo Ba Fa Zi Nai Hom， 那这为什么一压的时候啊，供养更多，就是使你的念力啊更容易观想普供养啊。Om He He Rang Sabo Ba Fa Zi Nai Hom 啊，我们念七遍啊，一转变，两转变，三转变，四转变，五转变，六转变，七转变啊，就一直变，那供养越来越多，供养越来越多，越来越庄严。哎，这个就他就没写了。那这个是佛学院教出来的啊，家史。好，接手印，接手印啊。简单讲，你现在米饭已经倒出来了，米水已经倒出来了，你站在初时代的前面，观想更大的供养，观想更大的供养啊。跟师父念，记得啊，左右指头啊，第三个指头交叉啊，慢慢念，慢慢交换啊。Om He He Na Sabo Ba Fa Zi Na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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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He He Na Sabo Ba Fa Zi Nai Hom。 好，大家都念得很好。所以翻过来，好，翻过来啊。这个等一下第二节课啊，啊，我们呢、啊，我们要今天要讲到啊一个段落，讲到二十六页，然后等一下第二节课我们就要实施了。那么后面的四声登一宝地，就你只要会唱的，大家都会嘛，这个没有什么。好，我们今天稍微简单讲一下啊。二是《般若心经》，那《般若心经》大家都会。哎，会啊，这金刚合掌就不必了啊，这是我们呢 啊一般人就合掌就好。那么拿法器的人呢、啊，还是从外面要进来。说加念心经，欲令啊施布施的功德啊啊般若心海空诸法碍，就是你今天布施给恶鬼而不能执着入如来藏，如来藏是无所执着的，我们的佛性是无所增减的。前放猛山呢、啊，度寂幽冥；今诵心经啊，使悟罪福无实；入法双王了达思相，说明行者施施完了，站在大殿的门外啊，西站在西单，等到念心经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行啊就进来，一直到五蕴皆空。啊，在这个拜殿前位置，就是在这个拜殿前往上一举，这个举就是这样举了啊啊，到五蕴皆空，这个空字啊向上一举啊，诸位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没有教是不会的，你一定看不懂的啊。杯口向佛，比如说我在外面，杯口向佛就是这样举，讲这样子，而且必须把这个指头撑开来，手印是这样子啊，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一举。一举，诸位，你看二十二页的倒数第二行，照见五蕴皆空，有一个点，对不对？右边写个一举，是不是？一举就是举起来，一举就是举起来，就是这样举到眉间，就表示里面是空的，照见五蕴皆空。你看这个行，连这个举啊都有很大的意义啊。哎，佛教的每一个动作啊，都代表一种意义啊。都代表 一种法的存在啊。然后到照见无因皆空，空字位置啊啊，到这个位置向上一举，杯口向佛，到卯字，卯字就是佛前啊啊，向前一举啊，那么至时气后问信，从东边下来啊，一直到大殿外结往生净土神咒印
啊，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大家会念。那么二十四页看底下啊，啊，往生净土神咒的索引，坐着的时候跟站的时候不一样啊，诸位啊，站的时候要这样子，右上右边往上，左边往下，那看得懂吗？要这样子，这样叫做接引印。如果是站着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啊啊，就像阿弥陀佛啊，站立的时候啊，右上左下啊，是这样子啊。那么也有人这样子，也有人这样子啊，就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啊，也有人这样子啊，两种。那么坐的时候记住，坐的时候要把大拇指压到食指上面，变成这样子。坐的时候是这样，这样手印；站着的时候是这样手印，叫做接引印。啊，注意看，坐的时候右上左下两个食指七二指，那么指尖抵住大拇指节第一节啊，二大指相挂啊。记住，坐的时候是用这样子，这叫做接引印。那么站的时候接引印是这样子。哦，所以坐站着是这样，坐着是这样子，站着是这样子啊，知道吧？啊，观想新叶轮上有一个红色的海里，放光普照一切众生。碰到这个光，罪障消灭，苦恼解脱。说明行者第三遍往生咒到沙婆诃这一句啊啊，再从大殿外进来到位。那么位位，那么就这个就是末位，就这个拜殿的意思啦，啊，位啊，就是这个位置上就是拜殿啦，啊，好，诸位，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叫做普回向真言，但是这个一般都没有念，一般持律的道场是很重视这个的，我们在南普陀是一定要念这个的，而且这个是不能用念的，一定要用唱的。注意看底下啊，先看底下啊，合掌就好了啊。普回向真言不必金刚合掌啊。啊，二课和解说，上来施食的功德回向一切有情，都发无上菩提之心，自他利他啊，自利利他，早生极乐，同登佛圣。又诸有情啊，无善根者令众，有善根者增长。那宿念亦轮回，千万不要贪念这个轮回生灭之法，皆速成于佛道，赶快成就佛道。说明守护国界主经卷一这么说，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在此大回向陀罗尼门时，若时非时，意思就是若昼若夜，意思就是不管任何时刻了，默念一遍，观察印象啊，就是我是诚心诚意，不是为我自己啊，不是为我自己啊，不是给恶鬼道啊啊，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一切众生啊。我们的心跟佛菩萨一样，很诚心的供养诸佛菩萨，我们的心跟诸佛菩萨一样，这一千面的供具啊，来恭敬供养诸佛菩萨啊。那么由此力，就是回向普回向这个力量，由这个力，那么无见罪，极重的罪业都消灭。所以你说放蒙山，他的回得力他是很大的，你每天这样布施鬼神，乃至于说你来随喜功德都不得了，灭忤逆十二重罪，你以前你造过的恶业通通会消灭的，何况轻罪而不除灭，一切烦恼皆得轻微啊，转由重转轻。那么实力就是佛的实力，无畏就是四无畏，这个都教过了，佛的实力，佛的四无畏，诸功德等通通具足，一诸种子就是咒语啊，皆得成就。单单一个回向，我们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一般人的这个道场忽略这个，我们觉得很可惜。持戒力的道场绝对会念这个，而且会拜十方佛，过着丛林的生活。像我们在南普陀还要拜十方佛啊，下一个礼拜才教，
拜十方佛，一个比丘出来、啊、要拜东丹西丹，要拜佛前三拜四拜，然后再东丹西丹啊，这个下还没有讲到啊。普回向真言最后一个啊，一诸种持皆得回向，随愿往生诸佛净土。因此啊，这个文殊讲堂的晚课啊，还要加啊，加这个。那么加这个呢，它是用唱的，就不是用念的。好，唱一口气唱完，然后在前面这个你记住要唱三遍，然后再唱翻过来26页吉祥句，吉祥句，诸位啊，看底下的说明，说金刚合掌，二课和解说，此句愿施施功德，以希望三宝以及护法诸神常降吉祥。啊，云七就是莲池大师了。莲池大师的补助这么说：回向者有三，说回向一切有情，回向无上菩提，回向真如实际。真如实际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心呐、啊。这中间的三义皆具足，这一回向就不得了。回向有情、无上的菩提，还有我们的清净自性真如实际，一回向全部具足。若不回向，则被相符。就是万法一定要归空才属于无漏，如果是执着的话不回向贪，所以有的人呢就是哎呀，你念那么一点佛、就回向给一个人啊，你这不是自私的吗啊？哎呀，还有的人更糟糕啊，说你念佛啊，哎，回向净法界，你念了几声佛回向净法界，法界是平等的，哎，你一支火把点亮第二支火把，第一支火把不会熄灭，第二支火把亮，第二支火把点亮第三支火把，第三支火把亮，第二支火把也不会灭。回向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一直到法界啊，自己所修的功德不但不会灭，而且更大，念多少佛回向给法界都是很棒的。所以很多人都是邪知邪见啊，你念那么一点佛回向给法界哦，啊，你告告苍蝇，法界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啊。底下若啊，此中三义皆具足，若不回向，则被相所缚，尽属于有漏之法。如果回向自己功德而向实际，则一一功德皆如法性。啊，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真如实际啊，一个都是平等的空，广大无涯，无有不成佛者啊。而向实际，实际就是真如实际，是实际是《华严经》讲的。这个名词来自于《华严经》，就是真如实际，就是法界平等的意思。法界平等的意思啊，也是我们的回向没有自私，所做的功德也没有自私，这功德可大了。哎，所以说真流之行，还气真源。哎，我们真正的生灭法，到最后还是不生不灭。若因若果，通通归于不生不灭的真如实际。若因若果，统归实际，就是。不管是种何因啊，得何果啊，怎么样，通通归于不生不灭。因就是不生不灭啊，果也是不生不灭。因就是果，果也不离因，应该果海，果彻因缘。这个讲来讲去不离这个华严的思想。若此密门，凡作少利益，必须回向发愿，一点点利益你就必须回向。你在家也可以自己唱，不过你的声音好不好听我就不晓得了啊，不可归功于自己，若不如是则堕有漏。好，翻过来25念完三遍，再接26，跟着师父唱啊，是我念完你们才念哦，不是一起唱哦，这个回向文是围罗念啊，像比如说我们文殊讲堂要增加，是围罗念完一遍啊，然后大众生再一起念哦，这个不能同时念的。普回向真言：唵萨摩乃萨摩乃咪摩乃萨乃摩扎乃吽。唵萨摩乃萨摩乃咪摩乃
再一遍。唵萨摩那，萨摩那，尼摩那，萨来摩，萨来诃。再一遍。唵萨摩那，萨。摩那咪摩那，萨来摩萨来诃。翻过来，愿作吉祥，夜吉祥，昼夜流。吉祥者，愿诸上师爱甚深。我们南普陀不是这样念啊，我念一遍给你们听啊。愿诸吉祥，夜吉祥，昼夜流逝很吉祥。一切是种吉祥者，愿诸上师爱甚深。啊，会不会唱啊？这就是广化法师教的啊！再念一遍啊，念。愿作吉祥，夜吉祥。听师父怎么念？昼夜流逝很吉祥，一切是种吉祥者，愿诸三宝爱舍爱舍受啊，爱舍受向地啊。再一遍，愿诸吉祥，夜吉祥，昼夜流逝很吉祥，一切是作吉祥者，愿诸佛法常永护。对啊，但是要降低，如果降高的话，就升高的话就会不稳定，要不稳定啊。哦，二十二页稍微订正一下啊。二十二页的底下有第四行是人法双亡啊。师父刚刚念得太快，念入法双亡。这法可师啊告诉我的啊，我说念得太快了啊，人法双亡。还有记住啊，二十四页这个地方啊，二十四页念到啊《般若心经》念完的时候啊，二十四页的往生神咒，全部所有的人啊坐着，通通结这个手印，知道吧？结这个往生咒的手印啊，不要结像他这样子的手印，要结这样子的，啊啊，观想王者啊，就在里面前面的坐在莲花上，一直升天往上。那么底下呢啊，教导这个啊，你们都没有听过师父唱这个快板的啊，快板的呢，快板的本身呢，到这个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的时候，要加南无，再加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大部分的人都转板转不过来。啊，你如果说大众共修的时候，要很有精神。那么，因为不是要打坐嘛，啊，所以要很有精神，啊，所以很有精神的话，那就要唱快板的，啊，唱快板的。那唱快板的话，那就要相当有一点分量了，啊。那么一般人唱到。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啊，哎，要加南无两个字，但是这个很难转，一般人转到这个地方通通倒。哦，这个啊是怎么样？我怎么样学来的？这是从凤山佛教联社学来的。我觉得他这个转音转得非常准。哎，所以啊，这个快板的啊，大家我们来唱一唱，因为时间还早嘛啊。诸位啊啊，如果有凤猛山，前面就一定要唱。好啊，大家会唱的一起唱。可是这转音呢、啊，你们就一起唱。如果你们转音就转不过来啊，压庆啊，压庆木鱼。十三等一宝地，山有土花莲池，河沙鬼则山仙，万年有情等师弟，阿弥陀佛圣迹延伸，唱响好光明无灯笼，爱好万转无虚名，甘莫成经十大王中华佛舍意，花不散众意无边，十十八愿度众生，九品仙莲等彼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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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大庆，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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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那么这个唱功就比较反对啊，那比唱功比较反对啊，唱功反对这样快板的不够庄严啊，他不喜欢这个。我跟着唱功啊几十年了、
几年的时间了，他从来不唱快板的，他一定要慢板的。好，那慢板的就要用啊，我们比慢板的稍微快一点点哦。要像唱功那唱慢板的哦，会死人的。哦，开较长的底，有生命较底听袂落。啊，唱功的慢板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哈，唱功这样看，声音较低，听袂到下卡，哦啊，我们就以唱功的调，但是我们稍微快一点点。我发明一种叫做中道，不对，这个啊，这个它少一个字啊，拖连，拖长一点啊，因为它只有六个字啊啊，迟稍微慢一点啊，那这个连了，啊，两个音，那迟啊就一个音而已啊，哎，这样知道吧啊，哦？啊，底下啊。沙大声接下去，哎呀，大声，阿弥陀，阿僧，耶。
好，